去旅游了。You can never sleep in traffic. 谢谢，好，拜拜。Have a nice trip. I know 'cause I try asking. Now I see through your habits, just like gadgets. You tell me with the two hands, I'm too bad. Wonder what your fans are like. Need me to call your friends, babe.Are you NPC? 嗯，你不要拍这个啊！为什么？我们来到了迈阿密，昨天晚上一点多就住进了酒店，一觉醒来就已经中午了，找一个餐厅吃，看起来还真不错呢。看起来是都饿了，十几分钟刷刷刷就没了。什么东西最好吃？我觉得是那个甜品最好吃。对，甜品。它的那个甜品，很多蛋糕奶油吃进去的后味是那种比较厚的油的那种腻的味道。腻的味道。就是那种我也比较难形容。这太甜了吧？对，有些那种腻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吃完了以后，嘴巴有点茶香味。啊？所以可以不停地吃。一条非常著名的步行街，是古巴人的聚集地，叫做小哈瓦那。天潮唧唧潮唧唧的，浑身好像是在蒸桑拿，才进入四月份啊，就好像站不了多久就能够出汗了。今天下午去逛的那个 Little Havana 啊，没逛几步路就浑身出汗。但是尽管这样子啊，到处都是人，很热闹了，到处跳着桑巴。我们在等我们的车，待会儿要去吃晚饭。我们原来是一家韩国烤肉。韩国烤肉还是一家米其林餐厅哦。那个厨师选的呢是具有美国和牛和 USDA 最高等级的牛肉的，然后呢，对，都有很好的。如果你想单点的话，美国和牛是在这边那边。下面92是内眼。The meat for you. This is the USDA prime hanger steak. The second cut is a 45-day 3-inch ribeye. For you, the American Wagyu flat iron and the guy which is a marinated sherbet.
tell me, baby,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 Maybe we'll drive from coast to coast, only to where we love the most. Thank you. I'm taking you to paradise, paradise. 有点闹，但是整个用餐体验还不错，尤其是我的儿子特别的喜欢。好吃吗？这边正好逛街的地方。好不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十分里面几分？13分。十三分。我觉得除了这个吃的味道啊，整个用餐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对，他这个把它提高的特别好。我让你看，没有牛肉味的。那菜是哪个最喜欢？我觉得，我这很难说。那冰淇淋很好吃。最后是最后不要钱的那个最好吃。我觉得最后那个肉是其实很惊艳，是我们吃饱了已经。对，我觉得它那个一层一层的。最后那个腌的肉特别惊艳。它一层一层的给的那个方式也很好的。对。就哪个菜什么时候上，这个想法。走吧。哎呀，我来拎。我来拎，你先放着。哎呀，我们这是要转战第二个地方，叫做 Key Largo。So you'll have to purchase them, but they are yours to keep, and they last 10 to 15 years. Okay. We haven't had a trip like that yet.酒店是3点才能入住，所以只能是先去潜水，玩好了之后再匆匆忙忙来到酒店。没想到这酒店还不错呢，哇，一个小客厅，然后进来还有一个厨房。最赞的是外面还有阳台啊，这条河就是我们刚才船撑进来的地方。房间就在楼上，嘻嘻。你们的床很大的哦，这是 king size 的。我觉得比我们那个耳环的床更大。比我们家里的床更大？对。那么我们一家人全部睡在一起好吧？出来旅游啊，做好攻略确实是必要的。我们订的那个酒店呢，就是去浮潜的码头，然后离这个网红餐厅啊差2分钟。还有30分钟。哇塞，太多人了，你他说我说我叫 Howard，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 Howard， 然后呢他说 Howard 是不是 Howard 船长专门抓飞鱼啊，我说对，这是我。这是一家海鲜餐厅啊，据说是每天都从海里直接捞上来，非常的新鲜。So you were Captain Howard? Yeah. Okay. 很久没有看到老外餐厅有这么厚的菜单，每一次点评啊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就是那种红土豆，做的都满了，一定要去了。还有你的小沙拉，味道一定是很不错的。
Thank you。果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全部海鲜。对，哪个好吃？我觉得，啊，小西西先说吧，还是过来。我觉得是那个，他是觉得鱼最好吃。哦，鬼头刀。嗯，鬼头刀确实是好吃的，一般的。嗯，我觉得呢？我觉得那个龙虾好吃，很少吃到这个。很好吃。对，太平洋没有，太平洋吃龙虾的话，要不就是很贵，要不就是缅因进口的。那么就吃不到那个，就是这种乌鳌龙虾，就蒸龙虾。我觉得那个生蚝最好。真的，还便宜呢，吃一打生蚝好像就是。但是没有吃过这么肥的生蚝。哎，你知道吗？这边4.5毛一个，有最便宜的是吃生蚝的地方。哇塞！这是来对了，来对了。这是一家5星好评的餐车，只要一个钱。2.5一个。嗯。妈妈要不要吃一个了？妈妈。2.5一个汤锅，你来吃。牛肉有吗？牛肉。可以可以。你要吃牛肉还是吃？拿去吃。够了，那你坐。嗯。我先吃猪肉。好吃。嗯，很好吃。口味超过价钱。我小的时候应该给他米其林星的，走吧。You can never sleep in traffic. There's living steady panic. I know cause I try acid. Now I see through your habits. Just like gadgets. You tell me with the two hands. I'm too bad.到了，我们订的酒店又是在海边。先 check in， 待会儿封好房间之后再拿东西了。一个小客厅，还有打字机啊？没有。你要写信给谁啊？肯尼迪吗？嗯。哦，一个小厨房。这边是什么？卫生间。等看看。这边鞋子可以脱了吧？我觉得。卫生间不错呀。哇，然后是一个带有 view 的房间呐，两张 queen size 的床。然后这边有一个小阳台，外面就是海啊。这个房间还真的不错，但是呢，我们订错了。我们在 Booking 上面当时在看的是300多块钱，没想到付完钱是690。我们到了里面，到了 check in 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我们订的是690啊，一点折扣都没有打，而且还不能退不能换，所以性价比就变成没有了。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明威故居了，据说里面有几百只猫呢。两个小孩非得要去撸一下猫，我说这么一个著名的景点，你是为猫来的吗？这里的猫是六指猫，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品种。哦，它的脚趾头多一个。对。正好的，你上过来。Go to the front door of the house. There'll be a tour guide there. Thank you. You'll give him the text of the tour right on your phone. You want to try that? Yeah, thank you, sir.Do we need to do anything? No, that's it. You're good. You go anywhere you please. Okay. 随便走。好。到这边。你要不要看一下日语？里面有些汉字的。不要，不要。
我们是来参观故居的，他们是来撸猫的。走吧，下一期。加粉虾，那蛤蜊还要吗？蛤蜊你要加吗？它里面是什么？你是在里面是、啊？龙虾、水蟹和虾。这菜已经有了。对。现在变成粉虾。对。那蛤蜊这边。我也想吃，那这个给你吃。我来。昨天的还是今天的？一样。哎，昨天的是谁呀、啊？一样，吃进去知道。嗯。榴莲。好吃。这个呢，是农场酱。好吃吗？你不要饼干了，吃。这是农场酱，蘸芹菜很好吃。是吧？比那个烤肉的要更好吃。啊？爸爸更喜欢吃。爸爸海鲜最喜欢。我喜欢吃海鲜。没有，因为你喜欢土豆。你觉得呢？嗯。迈阿密餐这边旅游第一名还是那个米其林餐厅。嗯。第二名昨天那个。第二名好像是这个哎，这个比昨天那个好吃，我觉得。啊。那个蟹也很好，正好我觉得比这里更好。我觉得按照价钱来看的话，性价比这个更高，而且有那种像我用手吃饭的那种很爽的感觉。这个是平民海鲜，那个呢比较高级有格调，然后这意面做的很好，是吧？对，好了，我去洗手了，吃完了，哥哥一起去。海明威的故居逛了一下，那几个猫啊孩子们喜欢的要死。后来呢我们就去了那个吃海鲜大餐，哇塞，那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01块钱啊，吃一大盆，里面有两只龙虾，还有雪蟹腿，还有贝壳啊，各种各样海鲜。然后我尤其喜欢他们的那个蒜泥黄油 sauce， 非常的赞。稍微有点早嘛，正好是 happy hour， 他们那个生蚝1块钱一个，然后还有鸡翅也是1块钱一个，我们直接来一打一打的，太好吃了。这个地方果然是没有白来啊。Like a light lighting up in the dark, you make it right. I forgot how to act. It's so classic. Every time you make me nervous and I lose my words. It's been a while since I forgot the most simple